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omo。哎，我来介绍一下2023年吹风机中的限量品。哎，新之爽黑丝，哎，终于有了黑丝版本的新之爽。它跟一般商品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下面有口袋，哎，所以可以放手机等等的东西。它的收纳袋是跟一般商品不一样，它有拉链，所以比较方便放那个新之爽。非常好。收纳置物25跟50黑四，哎，终于有了！我相信很多人期待这个商品。黑四的质感也是非常好。我不要说明吧，这个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哪里厉害？哦，四角的零件都是黑四，全黑的。很好看。我自己认为是那个 logo，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。很好。放在露营地上非常漂亮。我相信这个商品是秒杀卖掉的商品。很好。蚊香珠红。哦，好可爱哟！老手客人都知道它是第三代的蚊香珠。我认为它也是一个秒杀卖掉的商品之一。很好，好可爱。纱网休闲椅，它是纱网的休闲椅，它是比较安逸一点的休闲椅。我觉得它是夏天使用，天气热的时候使用比较舒服一点。它背面有那个 D ring，所以可以挂那个小的灯笼花等等产品。它也是有质感，很好，黑色版本。它有附收纳袋，我放在营地上，非常非常漂亮，非常好，对。我想推荐，他的名字比较长了，我不要念了。他是那个 IGT 的出租版，但是它是轻量化了它是非常轻量，然后它四角都有那个洞，可以连接那个 IGT 的脚，所以它是独立使用为那个桌子，对，哦，这样比较好，有感觉，对。这支雪风机的限量款商品都有吸引力，我非常非常想要这个商品。1到2个人使用的蝶形天幕，Pro Air 系列，Pro Air 的意思就是它是扛系列的，哦，太好太好，我想要它。天幕延伸帐是灰色，我记得这个商品是去年有放售过，白色版本有放售过，当时这个商品是卖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这次再放售这个商品灰色版本，它是跟蝶形天幕可以连接，它是就是用为那个帐篷，这样搭配起来非常漂亮，非常好看。Runbreeze Pro Air Duo，这个是 Pro Air 系列的，Duo 就是两位可以使用的帐篷，对，这个非常非常漂亮，这个是 Pro Air 系列的布，所以轻量化了，对，方便带走，而且它是我喜欢它的设计感，对，我爱这个商品，对。这样非常好，有感觉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雪风季限量款商品的快速说明。大家都决定好想要买什么吗？好，那再见了，拜拜。